选举期间，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这一次竞选团队，从王茂雄主任委员、所有的副主任委员、所有的后援会的会长、总督导、总指挥，以及到我们每一天陪伴蔡其昌在大小造势场合，在帮蔡其昌发文宣、做服务、拉票的这些志工，你们都辛苦了。蔡其昌没有可以回报的地方，我们只有更加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对，这个就是回报大家最好的方法。也感谢这个过程当中，蔡其昌每一次徒步走在大街小巷，车队经过每一个路口，那些勤奋的、最可爱的乡亲市民朋友，你们的挥手、加油、呐喊，蔡其昌都收到了。我没有办法一一道谢，所以在这里谢谢所有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陪伴蔡其昌为我加油的所有的好朋友。我在这里虽然宣布这一场选举我们胜利，但是选民要的不是胜利，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服务团队的朋友，明天开始我们继续做事吧。谢谢大家，谢谢。蔡其昌加油！加油！谢谢哦，感谢，谢谢，感谢，再一次感谢咱蔡其昌哦，委员。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